干嘛？我们到罗瓦涅米啦，这个地方其实雪也没有很多哎，和赫尔辛基差不多还。我们现在公公来接我们，我们回家去。看雪好像也不是很大啊，现在。看他们的圣诞树好漂亮啊，这个是我们的房间，这个跟小包子准备的桌子。哦，小包子的床好乖，小包子的床。这个是我和包子哥睡的床，看一下那里还有小包子之前100天的照片。还有我婆婆超级爱装饰这些圣诞的东西，你看外面的那棵树，好彩色啊！哇，你的猫会动哎，那个眼呢？喂，喂，喂，尤丽塔，喂，阿玛达西，你把水给他。哎呦，你看到什么啦？多拉达吉纳蒂格里，吉纳蒂格里，爱达多瓦罗。对。你看，还有这个多，吉纳娃娃，对呀，波尔哥有大木米娜，这个是我。然后这个是包子哥。这也是我们之前住在中国的时候照的。对。干拜呢吧。哎，大胖小子，干的西伯格多，尤里塔在给小包子编辫子，什么呀？个的钟是不是呀？你看到钟了，宝贝儿。妈咪，那好乖。你偷。干的是也懂的。这照片超可爱的，这个是他们之前照的，超级萌两个。这幅画是我婆婆画的，因为画的超级的漂亮，她以前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画油画。你现在给我带过来吗？No, täältä leikattu yksi mun suosikkijoulujakakku. Miku, mitä sä käymään nää? Ni hao guai jo, rau mua ei saa. Ai joo, tämä tuuzi, oi joo, ruan pia pia de. Ni tai kai la, Miku. Chauji guai de, Miku. Rau kankan ni, kankan ni xian lian lian. Oi joo, gui chan lu, ni gui chan la, gui chan la.我惨你！你管都是白没有？没有。你还包了白没有？不管地里。嗯。嗯。是给人了呢。呀。这个台阶，这个台阶，来。哦，你看那边是什么呀？圣诞树哎，好看吧？彩色的还是？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这里好多雪啊！你看这地上全是雪。哇！妈呀！这好深呐、啊！我天呐！我刚才差点滑一跤。哟，嗯。这是故事。哟，哟，哈哈哈哈哈哈！
耶！哇，这么多刨冰！哎呦，你要趴到雪里面了，宝贝儿！哦吼！有点酷！哎呦！小包子第一次拿的手电筒哦。你说，那你干啊？多了。你也来啦！你也来啦！咪咕咪咕咪咕，滴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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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乖。两姐妹，她们是两姐妹。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圣诞夜啦，今天晚上就是12月24号圣诞前夜。现在我们刚刚早上起来吃了一个早饭，在这上面玩一下，以后我们要准备出去滑一下雪。今天呢应该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芬兰的圣诞夜，这是他做的，丢了他做的，丢了他做的圣诞树。这个是今天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芬兰的一个圣诞，可以带大家看看芬兰的圣诞的晚餐，还有一些今天晚上还会有圣诞老人到我们家来派送礼物，带大家一起看看。睡吧吧，睡嘿。Norsu. Kinku. Mika, see ya. Tutti. 宝宝喜欢的，这个是宝喜欢的。哎呦，什么咯？爸爸妈妈在亲嘴嘴。今天是零下，差不多现在差不多17度的样子。哦，好漂亮！他们在拉着小包子一起玩呢。耶！好玩吗？哎呀，你就跟皇上一样，你跟皇上一样，别人拉着你。这个倒船的方式不太好。哦呦呦呦呦呦呦！我的妈呀！你们干嘛呢？你们在？哇！看星星呐，看星星，看月亮。太有你味道吗，贵的？哇！我服了你！超开心的，你好乖哦，你是个猫，是个猫，它的名字叫做 Diggy。
好可爱的名字，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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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他们做的手工的自己做的煎饼，好好吃，我们要吃煎饼啦。小包子现在知道每次又要进去哦，现在知道每次都要来奶奶家，这个叫祖祖家，祖祖家去打招呼，因为每次都可以吃好吃的。昨天吃了冰淇淋，今天又吃了馅饼，你是不是呀，乖乖？Hello， 大家好。现在天气是差不多-17度的样子，感觉有一点点冷，但其实还好，因为没有风。因为芬兰天气属于那种，就是如果没有风的话，就是觉得还好；如果有风的话，就算比较冷，天气都会觉得更冷。现在我们在户外走一走，刚才从他的叔叔家出来，因为他叔叔是在这里的餐馆做厨师的，他做的那个馅饼超级好吃。作为客人嘛，所以不好意思，我只吃了一个。如果是正常是我的话，我觉得那一盘我都能干掉，超级好吃，比包子哥做的馅饼好吃。因为他那个馅饼特别软，特别糯，然后有很强很大的一股奶香，就是超级超级好吃的那种。我们现在在外面走一走，哇，这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就是一圈纯白的世界，超级漂亮，超级美的。这小包子又在干嘛？你又在干嘛呢？你这小孩呢？又跑在那躺着坐着，那个小蘑菇一样。啊，今天天气好好啊，这个，哎呦，这好漂亮。宝宝喜欢吗？妈妈。哎，宝宝喜欢吗？爸爸。你的爸爸。叫妈妈。到了 out。哦，啥子东西？被抛弃了，让他抱娃，不抱娃，抱小包子。车车要来了，对，来吧，他把小包子抱着，因为要来车车啦。哎，车车，谁要呢？跳！哇！哎，好玩吧？yksi, kaksi, kolme. Olipas hyvä hyppy. Näyttää niinku sä menisit kiinalaiseen vessaan. Niinku vessassa istuis. Yksi, kaksi, nukahiksa. Yksi, kaksi, kolme.小包子玩得好开心啊。现在开始觉得有点冷哎，哎，我脸肯定好红哦！我现在我感觉我鼻毛都冻僵了都。现在准备回去啦，回去吃一个午饭，小包子要睡午觉，耶！大家看到没？我边上这些头发已经变成了白色，这个就是在特别特别冷的时候，如果你呼了气的话，它就会在你头发上结冰。哦哟！哎呦呦呦呦呦！哈哈哈哈哈哈！哪吒像哪吒？哎呦，好乖哦！哦，你好呢？我们好像都是有耳朵多的，看到。
大家圣诞快乐，今天晚上就是圣诞老人会来我们家，大家圣诞快乐。现在呢，我刚刚化了一个妆，把衣服啊这些都换了。今天的妆呢是用的是 Huda 的那个玫瑰金的眼妆，然后嘴巴是兰蔻的一款狗年的特色的一个，就是复古的一个红色。头发呢稍微卷了一下，头上这个呢是在 H&M 上买的。然后这个衣服呢是一个这种比较绸缎的风格的，然后上面有一些经典的这些这个衣服，然后是一个裙子。然后这个衣服呢是在我在 ASOS 上面买的，然后超级可爱的小袜子，上面还有一个麋鹿的鼻子，这个是在 NYX 上面买的。小袜子也换好啦，这个衣服帽子还有小袜子都是在 NYX 上面刚买的。这衣服其实是去年刚买的圣诞款，但它当时买的比较大，所以它现在还可以穿。给它戴了一个小小的圣诞帽，扭扭扭扭扭扭扭，乖乖乖。啊，那我们把行李收给你过，大家看这个火腿超级大，他们昨天晚上在烤箱里面烤了一个晚上，哎，超级大的火腿。哇哇哇哇哇！然后这两个是我婆婆做的，这一个是大头菜的，然后这个是胡萝卜的，然后这个是 Ocenau 的 Maxa 猪牛肝的，牛肝的这个是牛肝盒，然后这边是做的三文鱼吧，这个是三文鱼，然后这些沙拉的甜菜沙拉橄榄。然后这个是那天我们吃的芥末的三文鱼，超级好吃，他哥哥做的。然后这是深燕的三文鱼，这个也超级好吃。这个应该，这个是什么呢？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煮土豆，他们的主食。好，准备吃甜点啦、啊！这里有圣诞的风车酥，然后姜饼，还有很多的巧克力。这个风车酥就是用这种酥皮，然后里面这个是葡萄馅，这个是苹果馅的，然后它还有西梅馅的，这两个味道都挺好吃。然后这个超级好做，很好吃又很好做的一个甜。Se la cae muy rusco. ¡Viva mi! ¡Un tapi papi! ¡Mira, perro! Se la quita. ¡Wi! ¡Wi! ¡Ah, papá! ¡Y un se echó mané! ¡Yo cuco puta! ¡Pipa la nena! ¡Yo cuco puta! ¡Oh! ¡Oh! Okay. 圣诞老人来了，宝贝儿！圣诞老人来，不给不给钱了，别！Tervetuloa. Jaakko Juhana ja tämäkö on se Lenni pois? Tämä oli juttu. Sano joulupukille kato. Oothan meille vanha tuttu, puhkalakki karvanuttu. Täällä myöskin kirti lapset, kirkas silmät silko hapset. Tip tap tip tap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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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 tip tip tap. Oliko kuinka kyly? Oli 30 astetta. Se on jo kyllä kyly. 这么多礼物，看我的礼物好多，两大袋，耶！我给你打气呢。Lenny， 哦耶，真好。Kiitos。
Joo. Joo, kiitos. Oi, no niin. Täälläkin lukee Justus. Ootsä täytän tätä viivua. Täällä on Lennille lahja. Lennin lahja. Joulu on taas kattila täynnä puuroo. Nyt sitä saa Hyvä. Sehän meni hienosti. Katsokaa. Vaa, meriä elävää. Siellä on paljon kaloja. Papa hyvän kään jy. Täällä voi vielä etsiäkin noita. Oho. Iskä löysi, kato tuo. Tuo on tuo. Oho, papa sang kai suu le doi jing. Oho. Ai, hao kan, hao kan. Lenni haluaa kutaa. Se laittaa tehtyä. Haluaa kutaa. Niin, se saa ikäsi sama. Tää on vielä lukenut. Oho, lentsika. Vaa, feiji ye. Oh, 宝宝最喜欢飞机啦！哇，我们宝宝的飞机，哇，里面可以装人进去。哦，小宝是最喜欢飞机啦。地里的是。妈妈都有礼物，地里都有礼物。那你到的房间大了。哎，看到小龙姑娘是好事。哈哈哈哈哈。哦，这里还有芬兰的国旗耶，这里还有，哇，嗯、好乖哦，虽然芬兰国旗还有，先霸气，是木米的这种收纳盒，里面有好几个可以装东西的，这个好看，好看，这窗帘这个是。小鸭子，啊，这个是，哎呦，乖乖，这是他做饭的时候可以给小包子穿上的围裙，好乖哦。厚熟嘞，啊，不是厚熟，哦，白的，啊，糯米白的。你看去挺好看的。美丽诺比拉，哦，这材质很好哎，这个。这有一个给我，一个给我的，我打开看看是什么。不给别了，别了。变的了，白蛋。这好香哎，这是什么？这是香皂吗？这是。哦，下一步就是香皂哎，这是。嗯，超级香。这都是毛巾。又是一个毛巾，两个毛巾，一个红色的，一个。哦呦，弟弟也收到，弟弟和咪咕都收到礼物了。哦，要拿礼物了。Kebab， 第三 kebab 呀。第三 kebab。哎呦，咪咕也在吃它的，乖乖乖乖乖。丹尼也收到礼物了，丹尼啃那个狗骨头啃的好香啊！哎呀，妈妈妈。Niin. Hän on tehty hänen liuun. Mä sain näitä mobiilivahoja, silkslaita. Joo. Entä mitä täällä on? Tää on kaikki tämmönen kilsi, kuka tuoksuu. Ai joo! Ai joo, kukaan joo, tika. Tää näin tässä päin. Pipali. Sauvaltu, chauti, siivän tsi jambi. Mikä tää rahka on? Luumurahka. Oh, luumu, luumukermarahka. Mm. Tämä sitä on tosi hyvää. Olisiko niin? Joo. Mm. Noniin. Joo. Näin. Tää spoilerista käännin tää. Oh, cool. Täältä menee tämä auki. Sitten tuolla on moottori. Joo, joo. Sitten kun laittaa nämä kiinni.哦，他这拼的超级快，这是他今天晚上收到的圣诞礼物，他都已经他都已经拼好了的，天哪！那 Sarah 跟他都 August 的都是 Novest 的，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爸爸，爸爸，对，这个是爸爸，然后收到另外一个圣诞礼物。哎呦，你把它放到背上了，你好搞笑，宝贝儿。
爸爸。爸爸。哎呦，这爸爸摸上去好恶心呐！哎呦，我天哪，这个，好恶心！这个可以把它扔到墙上去粘起，还可以。这个是他刚才的这本教程，大家感受一下。明天是不是你诺贝尔的？我跟大家的。Tässä oli kyllä todella paljon palasia. En mä tiedä, laskinko mä ihan oikein. Tässä saattaa olla 2000 palasta, koska mä laskin niinku sivunumeroista, niin tässä on oikeasti 2000 palasta. Niin. Wow, 超级快. 它应该只有就很短的时间，因为我们刚才弄完了之后，很短的时间，有可能就一个小时。超级快，就把这个拼完了就。他也喜欢，他喜欢这个大车，但他太小了，这个对于很大的宝宝才可以的。等你大点，爸妈给你买好不好，宝宝？这个。对啊，就是那个，你看拼的好漂亮，是不是这个？大车车，他喜欢的，他看了好久，喜欢。他在这边上在学 Eustus 怎么拼的。Musiikka, ja se täveltä juo musiikka. Vin hilnein vellovin vatsoin, jouluna sikana muista. Vaikka kinkkua vahtaan himoite. It's Swiss man, what's running out? It's it.他想要逃离现场了，已经。现在把圣诞的帽子戴着，看他们都戴着有圣诞帽子。我们现在到他奶奶家去给他奶奶送圣诞礼物，他买了四张乐透券，就是我们公司的乐透彩票的券，因为他奶奶特别喜欢刮彩票。那他妈妈也买了一些礼物，好像有花吧，还有一些那个袋子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现在到他家里面去给他送礼物去。变大了。这个是芬兰一个本地的蓝莓伏特加之类的，然后米高些派嘞，给了吗？喂，给了吗？哦，他们给我在面上放了一些奶油，给我做了一杯，我来尝一下这个好不好？喝一下这个。一般就是30%，就是比较强的。但是今天我们买的这个是比较偏果汁类的，就是这个是15%，就是比较低的，但喝下去就很像是蓝莓汁嘞，很好喝哎。在最下面底部的时候能够喝到比较强的酒精味，但是这个是好喝的，就是没有特别强酒精味。15%其实还是有一些酒精含量的，但是好喝的。这个包子哥说这个是很适合如果你来芬兰想要买一些特别本地的特别芬兰的一些伴手礼，想要回国的话这个比较推荐，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这个我觉得很好喝，这个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超级超级超级好吃。就是这个里面是草莓，然后它就是它面上它裹了一层就是巧克力，就是 father 的巧克力，它就是这样的，就有点像是那种巧克力球的那种感觉吧。然后它里面是真的草莓的那种干的草莓吧，应该是新鲜的草莓，把它弄干了之后，然后面上裹了一层 father 的巧克力。爸爸，就它里面的草莓是酥的，然后外面的巧克力特别好吃，超级好吃，就是里面的那个。草莓是种酸酸甜甜，超级好吃。现在小包子想吃这个，超级好吃，这个强烈推荐安迪买这个吃。
叔。你看小包子。哎，我笑死了！哎，我不行了！Tähtiä kuusi, lyhtykin on uusi.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这支圣诞的 vlog， 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有更多的视频出来，如果大家还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这视频，很快小包子一会儿就现在喝奶，一会儿准备睡觉了的，我们在之后的视频我们再见吧，拜拜拜拜拜拜，大家之后的视频再见啦，圣诞快乐，拜拜。